2岁8个月，然后去年1岁4、5个月的时候得了一次肺炎，然后就差了。对，然后就不吃青菜，所有的青菜他都不吃，肉类也不怎么爱吃。嗯，24斤，12公斤。啊，对对。睇落去唔系好瘦咁轻嘅，可能唔够高哦。差了那一点，他也有重量的。他的肉松啊，要晒太阳啊，活动啊。晒太阳每天都会。你怎么个晒法？你锅里捞起来晒吗？我没有那样。你看这么大一块的皮，你要利用一下，有晒到皮才有用吗？好。那屎是拉粒粒的还是一条的？就是前面会有一点羊驼的，然后比较粗的一条。然后后面就软。对，后面会软一点。宝宝看舌头好不好？哇，点赞点赞。好，不要吃那么多寒凉的东西，冷的冰的汽水饮料啊，不能吃煎炸的。嗯，你就吃蒸的，炒一下的，还有煲汤的，吃淮山莲子煲汤啊。如果大便不通，你就加百合，加点沙参玉竹啊，这样子它就能通。好。